灵儿，我很快又要离开一段时间了，不过时间不长，很快就回来，别不开心。你是让我照顾好我自己，对吧？灵儿，谢谢你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也许只有你一个人还会牵挂我，牵挂我的死活。你买点水果吧。哎，客官，客官，来来来，里边坐，里边坐，进来喝杯茶。客官，您喝什么茶？给我一碗水。好嘞，马上来啊。哎呀，这天啊太热了。客官，您慢用啊。时辰就要到了。公孙大人出巡了，要不要去看一下？哎，走啊！好好，哎，走走，客官，走，您慢用啊，走走走走走。这是送给公孙大人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这是我自己家种的，收下吧。多谢各位父老乡亲，本官心领了。哎，这是公孙大人的。爹，你看那么多人喜欢你，开心吧。
杀我爹，别再杀人了，好吗？小玉，小玉，我的女儿，小玉，小玉。贵见师叔，谢谢你及时赶到，救了公孙大人。师侄不必多礼，既然你来了，贫僧先行告辞了。小玉，废物，简直是废物！义父息怒，这事情还可以挽救，不如孩儿和冷战下去，杀他个措手不及，将他的人头取下。混账！如果你能办成此事，还用得着我去派马行空去执行吗？